高铁票价大调整，有涨有降，最高5折，这样买最划算。东南沿海铁路沪汉荣线、南广客专、渝贵铁路、横流铁路、宝兰高铁、泰式高铁等部分线路票价最大折扣幅度5折。深圳至潮汕、深圳至厦门、宁波至台州等方向动车组列车都能享受优惠折扣。比如12月1日起，深圳北至潮汕第74322等座票价73元、107元，比之前便宜34元。本次调价多为短途的城际高铁，覆盖了 GDC 字头约500多趟动车组列车，打折幅度5折至9折不等。同一条线路部分车次票价下调，也有部分车次票价上涨，该车的票价出现了小幅上涨。商务座、一等座、二等座分别上涨19元、10元和6元。高铁浮动票价与机票类似，分季节、分时段、分级别、分区段在限价内实行多档次票价，有涨也有降。高峰期时段的车票会贵些，淡季的票价会便宜些。即使是同一天不同时段票价也有多个档次，